们今天做这个五花肉炖白菜，看一下这个五花肉已经洗干净了。开始，吸吸感应，控一下水，行，辣椒，还有咸花椒，打锅，再放点盐，炒锅花椒的香味，下锅，好。把这五花肉顶着我这个油啊，炒一下。少加一点，这个酱油颜色会好看一些。来，好了，拌一下。太香了啊！哇！一看就那个胃口啊！来，啊，我们的五花肉就炒完了。看一下是不是很有胃口啊。哎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又甜又大的大西瓜啊，宝甜啊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果皮小啊。哎，薄皮西瓜1.3块一斤啊，大甩卖了啊，又香又甜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龙啊，又到了咱这西瓜成熟的季节了。今天我请大家吃西瓜啊，这边呢有这个花生、小麦，也有那个桃圆啊。今天我们只吃西瓜啊。啊，脚底下有这么多西瓜，没有看到啊？还有这个棚里现在的温度啊，至少得40度，太热了。特别的好啊，一会儿啊我们先逛一圈，这里种了大约得好几亩的西瓜吧，我们先逛一圈看一下，待会儿啊我们再看一个，看看好不好啊。我往里看，这个疙瘩，哎呀得有5-6斤吧。听声音啊特别的脆，应该是不错，其实我也不会看。再往前看，今年的这个西瓜收成还是挺好的，都长得挺密的，都挨着。这是属于我们这边本地的西瓜吧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听的名字，就是本地西瓜。
个儿都挺大，你看长得也特别的密，收成很好。哎呦，这个个儿大，这个个儿太大了。这得六七样，这个都熟透了。待会儿咱把这个切开，咱看一下里边到底怎么样。哎，棚里太热了。哎，这个棚里的大娘正在那边卖瓜，我们过去跟她聊会儿。走。她负责就在那看西瓜。你看了我这个外来户来了，她就咬我。专门看瓜的警犬。大家是不是都特别奇怪这是个什么呀？这是一个简易的小家，临时搭的一个棚子，里边是一个床，就是晚上瓜农在这儿看西瓜用的，特别的不容易。水壶呢，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在田间地头啊，烧水用的穿心壶，特别的方便，把干柴放在里边就可以烧一壶水。这瓜真不错啊！待会儿啊，我们开开一个尝一下怎么样？哎，是不是老王卖瓜特卖的瓜？这个品种是什么品种啊？圣宝天王。哦，这个品种这个名字挺好听，圣宝天王。今年的瓜价格怎么样？今年瓜也可以吧。卖多少钱一斤？每次卖一块三吧。哦，一块三一斤。一块三。光让西瓜保持。我把这个拿回家去吧，在这里没有这个切开的工具，拿回家去切开尝一下。哎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炸蚂蚱。哦，炸蚂蚱，等下油开。给我淋一勺。真甜啊，乌龙黑。这蚂蚱吃这个树枝的这种冰块好吃哈。哎呀，这个菜花卤的很没趣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就吃别的。就炸好了吗？就拿出来。再过一下油啊，会更酥的。鸭米炸鸭蚂蚱不给你炸好吃，炸的一样，什么的不一样。你在这帮着我，就我炸的好吃，你在这多想叫我干活。哎，真是。我炸的不好。也不孬，也不孬。炸完了。哎，你今天炸的不大糊。啥？不能是炸的糊。也行。但是这回炸的更糊，不大好看。没事。哟，拿好酒来了吧？大点。炸完了，你看炸好吧？哎呀，今天，哎，好棒啊！我今天。对。
呀，永杰今天受累了。今天就是有点一脸糊涂。喝点吧。喝点吧。喝点喝点。吃饭啊。吃饭，出牛转，吃饭。哟，没错。